好，谢谢杰西卡的开头。那我给大家把我这个 screen share 一下哈，看一下我这边是的哈。好的，非常感谢在这个今天星期天的晚上，来我们的这个 Zoom 直播间啊，也非常感谢妇女互助协会邀请我给大家分享今天这个话题，关于女性和小孩的教育。啊，你请允许我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瑞奇金融的创办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大概15年的时间了。我们公司在这个 Oakville 的这个地址，这个左上方呢是我们公司的公众微信号，大家也可以扫码，我们有很多的有价值信息都在这里。那我们公司目前呢，我是这个 CPH 哈，注册理财规划师，也是加拿大的这个婚姻分析师 CDMFA 和这个信托遗产专业这个 specialist 也是这个 PE 哈，私募基金的一个 specialist。然后我们公司还有 Centennial College 的税务老师，他也是主要是我们公司把关这个公司税这一块儿。好，同时我们还有这个财产险专家、侧房险和这个生意 business 险。好的，谢谢大家。作为 CFP 呢，我在这个银行啊、保险公司啊、投资公司都做过，但是我发现我转了一圈，最后呢，我还是成立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都有时候都有自己的偏见。不知道客户他最需要什么，因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一方所以呢，我们成立这个瑞奇金融的宗旨就是带给你 solution 不需要任何的产品，更重要你是怎么样把这些产品揉在一起，给你带来一个解决方案，帮助你成功的少交税或者最大化的增值，在一定的时期内帮助你到达的目的地。好，今天的话题呢，大概就是有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如何合理教育小孩的理财观念，小孩的教育基金储蓄规划，需不需要有很多争议。那么小孩名下可以做的投资策划有哪些？如何规划？谢谢。好，在我人生经验中，我觉得我们人生的三层境界可能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小孩，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在教科书上学到的这些人生观、价值观，对吧？我们是被教育的、被输入的对象，但是等我们年龄大了，我们真正接触社会以后，又开始否定人生，否定这些我们以前学到的东西，对吧？有很多的外围的这些干扰，好，然后然后再开始检验我们以前的这种观点。但是呢，等到人生阅历高了以后，才明白真正的人生境界。所以最后呢，还是看的事情的真相。当然，也有人有人一辈子也没有悟出个道理来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父母呢，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监管人，就英文这个父母，他是一个 custodian，是监管人。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的角色，就是在小孩在过渡阶段的时候呢，正确的去看他是不是一个小树苗，有没有长歪歪了以后，我们及时的要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及时的要把他扶正帮助他确定一个很正确的人生观、三观、人生观、金钱观，对吧？还有爱情观。所以我觉得父母这很重要。与同时呢，我自己也是一个10岁小孩的母亲我也就是在这里也给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在这个和众多客户打交道这么多年积累的一点经验。首先，我觉得教育小孩的过程中，我觉得金钱观点非常重要。在我过去这么多的理财经验里面呢，我听到有几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太正确的，或者是我经常碰到的有的家长的观点。有的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就不用我们管了反正我爸爸妈妈也没给我什么，我也不用给我孩子什么。我听到很多话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就是说，我认为呢，这句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用管到孩子，而是我们要正确的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理念，比如说你给孩子给什么，怎么给很重要，你也去给他很多房子，他最后就成了一个收租婆，对吧？他也不上进了，因为给他的都已经不用他再奋斗了，房子都没贷款了，对吧？那也许这样的不是帮了他，也许是害了他。那怎么给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哈。
所以不管是家里是经济条件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最主要的是灌输给小孩的一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富不是错，贪财是错的，贫穷不是错，但是懒惰是错误的。所以跟你的家庭的富啊穷啊这种经济环境并不太重要，我觉得是一种给他东西也是有给的方式，怎么样去灌输一个理念反而很重要。好，那我在跟小孩的接触过程中呢，经常会啊，小孩就是要这要那，对吧？但在这几个过程中，我是这么跟他教导他的。啊，如果他要买很多玩具或者怎么样，从小我觉得他要有一个 budget 的概念。所以我跟小孩灌输的思想是：这是你想要的吗？还是您需要的？如果是您需要的，那可以，我们马上就要买。但是如果是你想要的，可能它是一个稍微长期的一个财务的目的，那我们要规划它，对吧？啊，所以它马上就会有一个策划的概念啊。我想要的可能会到我们可能可以推后到圣诞节再给你呢。那你在这段期间要怎么表现好呢？你要努力呢？那这几个月慢慢的你要加分啊。所以说就是给他一个 budget 呀，而且给他一个。首先，一个理财的时间和这个目标的概念。第二个呢，他有时候会纠结，小孩会纠结，我到底是要这个呀，还是要那一个呀？啊，这个便宜，那个贵，是大人都会纠结，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给小孩灌输一个概念，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和价格的区别，它值多少钱？哎，但是今天它是卖100块钱，但有可能一样的东西，可能价值比它更高，只卖80块钱，所以要学会价值和价格的判断，它是不是物有所值。好，我就是，或者是同样的价格，你可以买一个利益最更好的东西。所以在小孩举棋不定的时候，非常纠结的时候，我们要早一点帮小孩能够做好，明智的科学的方法，让他做好一个选择权。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小孩很受益。所以我在教育小孩的过程中，我非常注意给小孩教一种解决方法的能力，而不是告诉他啊，就要这个，你看这个怎么了？但是我说出来的方法，我会用这种通俗易懂的哈，这样子引导他。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有的父母就觉得，哎呀，你看收入也不多啊，就是大家都是工薪嘛哈，可能扣完税也没有多少，吃了喝了也没多少，就不用管。但实际上，你小孩到了时间就得上学，不管你存没存，都得要拿出钱来，对吧？有的客户他甚至听别人说教育基金不需要买，结果明年他小孩，今年小孩上大学了，他才发现。他的那个 OSAP 根本就没有申请到什么啊，一分也没有，结果他就是白白的政府的7200就没有了，别谈7200了，教育基金里面如果做得好，可以拿好几万块钱，对吧？所以时间就是金钱，你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最后就会成功。一样的，你理财就是每天小的投入，最后时间利滚，你就会有大的产出啊，所以时间必须有效利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有跟小孩举这个例子啊，很有意思的例子，大家也可以试着教育一下。比如说 Jim 和 Bob 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呢都会在65岁退休。那么 Jim 呢，在从0岁的时候，Jim 的妈妈很聪明哦，每年给他存2000块钱，存到他20岁的时候就不存了。那么在这个65岁的时候，看看 Jim 有多少钱哦。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 Bob 呢，看到 Jim 这么做，哇，挺好的。他呢，所以从21岁才开始存，他21岁存2000块钱每年，他要存45年，一直到他65岁。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他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啊？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对吧？好。Jim 他总共投入了4万块钱，2000块钱一年，20年就4万。那么在他65岁的时候呢，他的价值呢，投资做到了，拿到的现金价值是54万6千零15块钱。同时呢，他如果是用的，取决于他是用，如果他用一种分红保险的话，同时他那个65岁的时候，他还有一个人寿保额234万，也就是说，他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的下一代还可以拿到234万。他65岁的时候啊，但是65岁的时候，他现金已经有54万6了。那么 Bob 呢，他总共存2000块钱一年，但是他存了多少年啊？他存了45年，45乘上2000就是9万。结果他在65岁的时候，价值只有21万4。
然后他呢，在65岁的时候，他的保障只有107万，所以看得出来，这个 Bob 比 Jim 存了多的一倍还要多。但是呢，他的这个都是65岁退休的时候，这个 Bob 比 Jim 就少了一半儿，对吧？啊，同样的这个，你看传承也少了一半，所以时间非常重要。如果你越早时间做，你呢就是越早的财务自由，然后您呢就后面的争取的利滚利的财富延续性就越高。如果你越晚做，你需要付的代价就越多。同样的，他学习也是这样，对吧？越晚开窍，他是不是要比前面的要多付出很多啊？但是他的收割呢，可能时间。就是那学习不一定，但是钱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开始的晚，你如果你风险也不能高，对吧？反而你的风险要低一点。你开始早，你可以风险高，回报高一些。所以时间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小孩尽早的灌输这个思想。好，那么有哪些储蓄方案可以体现 time value money 呢？好，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李先生报税年收入10万加币，中产家庭，李先生现在。在中国工作，他呢也有海外资产，资产积累盈余。年轻时在美国知名大学留学，家庭都是高学历，知道学费高昂。那儿子 Tom 1岁，他如果18岁上学，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名校，需要花费多少呢？大家知道花费多少吗？那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统计啊，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来看2021年平均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学费啊，就不说什么好专业，就一般的专业都要6000多块钱的学费，就光学费就6000一年啊。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您是学的这个牙医，跟专业又不一样，牙医的话呢，最高会达到24000的学费了。好，medical 呢也会差不多是16000左右，兽医也是差不多啊，然后再是律师，对吧？律师要14000，所以这样排下来，那么最少也要差不多6000。这只是学费，那么除了学费之外呀，你还有其他的费用啊，对吧？你还有什么学校的一些什么其他的杂费呀？然后你还如果在学校住的话，那花费更高，7000到1万，对吧？你还有如果只是你如果只是住不吃饭，那就是6000-7000，如果吃饭就要1万，对吧？加上所有的这些费用加起来，total expense 呢，大概如果是在加拿大本地安省这边，这是拿高尔夫这个学校做了一个例子，差不多。都要24000到28000一年，如果是留学生，就要到4万到4万4翻倍了哈。那么，这个 Tom 他该怎么样储蓄呢？那么我们是看一下，他如果4年的学费呢，就差不多要28000，对吧？然后他的这个住宿哈，就差不多13000一年啊，总共差不多52000，再加上其他的书本费呀、学费什么中，杂七杂八，他一年大概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上大学4年，差不多是要花92000左右。啊，9万2到10万左右。好，那如果去上美国的学费呢，就更高了。在美国的学费一般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因为你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跟当地又不一样。好的学校的话，它这个你看都差不多是6万多，而且它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据我所知，有很多学校不愿意提供奖学金的啊，那就是6万多的学费，非常高。那么我们能怎么储存呢？怎么储蓄，朝着这个教育小孩的需要花呢？需要走呢？那么你当时小孩上学的学费无非来自于这个6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您现在你小孩在上学的时候，你现在的收入啊，现在的收入供你小孩上学，那肯定是最贵的花费了，对不对？那么你小孩也许去工作，或者呢 scholarship 呀，或者是政府的一些什么 grant 呀，这些我觉得越来越少了啊，除非你小孩特别的优秀。那还有一个就是 student loan，大多数人就会借 student loan。那么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 borrow fund，可能你看看你的房子有没有这个 home equity loan 啊，life credit 啊，是吧？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的 saving，哈，无非就是来自于这些个人的 saving。那我们从个人的 saving，所以说越早策划就越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是讲教育基金可能是首选。那我们 education saving 有哪些选择呢？有教育基金，除了教育基金有免税账户，还有非注册账户，还有能不能给小孩名下做一些信托的账户啊，还有用保险的储蓄，哈，这么多种的选项。我们来一个个的比较。
好，教育基金呢，终身的储蓄限额呢，有一个最大化是5万的，每年最大呢，如果你前面小孩没有买满的话，可以放2500到5000，如果小孩前面一年没有买满，好，当然他如果每年都买满，最多也只能放2500了，他这小孩的一辈子只能放5万。好，那么必须还有你要是税务居民才能够买教育基金，你如果是非税居民啊，你是没有资格拿这个教育基金20%的政府给的钱。那么，所以呢，政府会给你20%的最基本的这些补助啊，这个20%跟你收入没有关系，最多可以达到7200。另外的呢，有一部分钱，Canada Learning Bond 的500块钱和另外的一年有200块钱是跟收入相，是跟父母收入有关的。如果父母收入啊，基本上低于应该是低于47000吧。2万8以下，他肯定还可以拿到 Canada Learning Bond 的，还有200，最多可以拿到9200，好吧？最多就是你放2500，那么你最多你每年放2500，那么你所有的教育基金的政府给的免税的钱可以拿到9200，不是免税的钱啊，政府给你的所有的免费的钱，免费给你的啊，是9200。所以有很多人争议啊，教育基金不要买啊，买了这样上政府就不给你钱了啊。其实我想说一下，这样是说是不对的啊，所以大家不要道听途说。我觉得找我们这专业的就是要，就是要知道细节，我们会跟你每一句话都解释很清楚。那教育基金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呢就是 free money 哈，政府给你的免费的钱，而且在这个教育基金里面呢，它投资呢是。增长是免税的啊，它不像你在外面做的这个利息，每年要拿到 T5 上税收入，它在里面增长增值的时候是免税的啊。然后你呢？但是不好处是什么呢？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不认真策划，可能是会影响到政府贷款、学生贷款的，失去了贷款的机会。我们后面会讲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影响。政府的钱和增值的部分呢，在小孩取钱的时候呢，这部分钱是要算小孩的收入，在当年上税的。如果小孩其他当时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呢，这部分钱也是，因为每一个人有13000块钱，大概是免税的嘛。所以，因为他收入低的话，也就是这部分钱就不上税。所以呢，你在取钱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计划，否则有的小孩他今年有 co-op，然后那一年父母不知道不懂，还取了很多的钱，结果小孩还欠税，都是有可能的，是吧？它的不好处就是说，你最多只能贡献5万，如果超过了话会有罚款，而且你上大学的时候呢，你必须提供你上大学的录取证明，否则你不是为了上学用的这个钱拿钱出来的话呢，你的这个政府的给你的免费的钱就会还回去。然后，必须取出所有的在前一定期限内。然后，在你毕业以后呢，你呢有些这些，你在6个月之内都还可以把这个政府的钱啊都取出来的啊，除非你后面还可能上MBA 呀，后面你还要用啊，或者你也可以在里面一直放着的哈，不能在教育基金是不能终身持有的，不能说我一直拿着啊。如果小孩不去上学呢，那么你到时候可能会考虑，如果你有 RSP 还有额度呢，你可以把它转到 RSP 里去，但是政府的那一边部分钱还是会还回去，然后你那钱的增值呢也可以，也可以，如果有额度也可以把增值的给转过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很多现在有来的人有回流的，如果您回国成为非税居民呢，那你可以再持有，继续持有教育基金，但是呢，你就不能再往里面再放了，因为这个是只有税务居民才能享受的这个政府给的免费的钱，对吧？所以安省的这个 student 那个补助，这个它叫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它是由2类钱组成的，一个呢它叫 grant 的这个呢就是你不需要还的。他给你的钱里面有部分 grant，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还的。第二部分呢，student loan，这部分钱呢，在上小孩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是
是给你的，但是呢，你也可以，你在你毕业以后呢，6个月要开始还的，而且利息还比较高的，在毕业以后，但是4年之内呢，上大学是免息的，好吧？这是 OSAP 里面有两部分组成，啊，所以有的人他借了 OSAP，但是并没有免费的钱哈，啊，那 OSAP 可以帮助你啊，在这个花费，OSAP 不光是给你的这个学费，他还要再看你是不是在学校里住，或者是在跟在家里。住，对吧？他要评估您的这个大概的上学的费用，这上学的费用包括书本费呀、学费和你是不是在外面住宿啊这些生活费，好吧？所以综合的来评估您需要多少，然后再看您有多少，然后再看看您是否能够给你多少。你还差多少？那么你有可能不合格，就是拿到这个政府的 OSAP 怎么样呢？因为每年呢，他都会评估。首先第一点，他会问你您的收入是多少，您去年的收入，因为去年报税收入大家知道在150行都有，但是同时他会问你今年，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年9月份上大学，他会问你您明年就是2022年，你预计你收入有多少？结果呢，你当时肯定想，哎呀，我反正22年不上班，我就写零。结果呢，你会发现，哦，2022年你可能你因为省了很多。学生他还是有大 part time 工作啊，他发在他22年啊，哦，怎么又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收入了？他没有及时报告给 OSAP，那么 OSAP 当时就会发现，哎，您跟我们说的您22年没有收入，结果您报税收入跟我们提供的非常不一样。这个时候 OSAP 他会叫 auditor 你啊，他就会问你，你有可能就不能够这个合格拿 OSAP，所以您的再给他写这些的申请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您不是乱写的啊，所以你要考虑各种可能性。好，我曾经记得我们当时我是技术移民来得很早嘛，我曾经记得我们有朋友用 OSAP，我们那时候来的都已经30几岁了嘛，我记得他拿 OSAP 的钱去，后来变成他买房。他拿去 OSAP 的钱，拿去他第一次买房去，拿了2、3万，结果 OSAP 后来查他，后来还罚款的很厉害，不是拿去这样随便用的。好，所以OSAP 的 full time 的 student 呢，大概呢，如果是 federal 的这部分呢，可能最多可以拿9000。啊，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最多可能会拿9000。那么影响 OSAP 的因素有些什么呢？刚才我说了，是否住校，是否住在家里，专业、学费啊，还有为什么家庭打了一个红颜色的呢？小孩一般在这个 undergraduate 呢，就我们说是这个大学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在金融里面啊，经济里面的 financial independent 的定义啊，它基本上它是21岁以下，它还是属于它不是像法定的年龄说18岁你就成年，但在经济上它还是依赖于家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大学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收入他是否能拿到 OSAP 还是要看他的父母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母收入很重要，还有但是同时还要看。他的这个父母的家庭的大小，比如说父母可能还有他自己还有兄弟姐妹，有2个孩子，4个人啊，因为他还家庭还有花费嘛，所以家庭的大小也有关系。如果您是一个孩子，您的收入很高，或者是您的收入很高，但是你有3个孩子，和另外一家庭收入并不是很高，但他只有一个孩子，你会发现那个收入高的人说不定拿到 OSAP 还多一些啊，所以他是有一个收入和他家庭大小，这个是有关系的。家庭大小就是也是看他的这个家庭的支出可能有关系，啊，所以说他是跟家庭父母的收入是有关。但是小孩等上完大学，比如说他是我们叫postgraduate，就是说他大学以后呢，postgraduate 那个，比如说他上 MBA 啦，或者是像牙医在后面的呢，那部分呢，他就是在这个金融上来说，他就是金融是独立的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上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按他自己是一个个体了，就跟即使他那个时候没有上班或者收入助教很收入很低，他也会拿到很大的很高的 OSAP，因为跟父母跟家庭脱离了，他父母就收入就不看了，大家知道啊，所以就大学以下呢是要看父母的收入，大学以上呢就是看个人的收入，他自己收入了，所以这家庭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同时他又跟申请人的存款和资产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是申请人，所以说有的人
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国内转钱进来会放到他的小孩的名下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个，所以 OSAP 申请是跟父母收入有关，可是跟小孩的存款资产是有关的。啊，而且同时也跟小孩的收入也是有关的。如果小孩今年、明年上大学，他今年暑假你非要让他去打工，他赚了5000块钱，结果他这5000块钱就会导致他 OSAP 的学费可能本来还多给几千就没有了，因为他有收入啊。所以说是和父母收入有关，和申请人的收入、存款有关。那么，所以说，那么在申请人的存款和资产的时候呢，其实明明确确说了，不要报告你下面的资产，所以教育基金是不会影响到你申请OSAP 的啊，写的清清楚楚是不要报告你的教育基金，不需要报告。为什么我不需要报告呢？因为如其因为但是如果你今年要取教育基金以后，取了教育基金时候，他就会发一个 T4A，因为政府的那一部分钱加上他增值的钱，会给小孩算当年收入，因为那个收入政府他已经看到了，懂吗？啊，如果你没有取，你都没有想打算取，你就不要写你的教育基金。你如果已经取了，小孩的收入政府也看得到，所以不需要你把教育基金写上去。同时，这个申请人的这个 RSP 也不算啊。小孩子，就是说，如果14岁上，我们前面，所以我们今天讲座也说了，小孩有收入要申报税嘛？税法上是没有对年龄限制的，他14岁只要有收入都得报税啊，不是不要说18岁才报，14岁如果有收入就是要报的。OK 啊，我有客户是有的，那么。小孩如果18岁，他可能打零工或者有 RSP 啊，或者怎么的。16岁啊，如果父母是做什么公司的人，老早以前16岁都给他小孩发工资了，对吧？那的 RSP 也是不算资产的。哎，小孩的自住房算吗？小孩的自住房也是不算的。但是他出租呢，出租的收入会算的，所以也是会影响的 OSAP。啊，家庭的收入呢，是您在父母的收入啊，父母的收入已经报税在150行报税的啊，而且是 total income。然后，但是很重要的时候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您父母的海外收入也是要报的。记看到这句话啊，报扣税的和不扣税的。啊，所以不懂的人呢，会申请 OSAP 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收入是我们家爸爸，小孩的爸爸是非税居民啊，他给我们小孩的礼物啊，但是这里就我们就是专业就体现在这里，告诉你，如果这个是爸爸，比如说离婚了，父母离婚了，爸爸给小孩的这个 support 费用啊，这个支持的费用啊。不上税，对于你来说是不上税的，但是在申请 OSAP 的时候，他要你报的家庭收入。比如说，您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给了他一个礼物赠送，超过3600都要算您的家庭收入的啊，保险的理赔也算的。或者父母哎呀不幸意外走了，保险的理赔给小孩的或者给那个都算。所以这是在申请 OSAP 的时候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那个，比较，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所以有的人，很多人我知道，有的家庭在这里的，有一方是非税居民，但是对不起，非税居民的爸爸的收入也是要说上来的，而且不要，如果不懂的呢，不要乱讲。所以家庭收入和这个 OSAP 的关系呢，基本上您的收入，家庭收入超过143837，你就是别申请了就是14万以上就是没有了啊。如果收入低的话呢，当然是越低越多了，对吧？刚才我说了，可能最多的话能拿到 federal 的9000和那个安省的6000吧。好，就是越低越多。那当然跟你这家庭的 size 也有关系。比如说你是4个人的家庭，对吧？你的这个 grant 可能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11万6就没了。这样子，我们标准就是4个人家庭嘛，哈，就是11万6就没有了。14万以上肯定是不用申请。11万其实家庭收入就已经没有什么了。那它是 grant tax cut off 啊，就是你的grant，你收入越高，你的政府给的那部分就它就一个比例往下降，哈，就是这样。如果你是3万1左右呢，你可以最多你的家庭呢，你的家庭如果是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如果4万5的收入，你可以最大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补助都可以拿到。如果您是家庭收入6万3，但家庭有4个人啊，2个大人2个孩子，你也可以最大的这个政府的钱也能拿到。那如果是11万6以上，就没有什么了。
好，所以 ISP 在取的时候，刚才为什么我说要好小心的策划呢？做的不好的策划呢，就是会影响了政府的这个 OSAP 的啊，因为我刚才说了，首先你报税的收入会体现，然后小孩的存款会影响，父母的收入会影响，那么。或者是您的那一年，你的非税居民，你的配偶给的任何的礼物会影响。所以，如果小孩明年上大学，建议如果是您的另外一半是非税居民，在中国，建议就不要给你转什么钱哈，那你就可以先零。那么，如果这个父母，小孩呢，这个已经讲过了啊。教育基金到时候取的时候，怎么会要小心呢？避免影响呢？教育基金你的本金的市场价值。它有一个两部分，一个是你的本金，一个它叫 EAP，就这三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EAP。EAP 是什么呢？EAP 就是这个政府给你的7200啊，我就是打比方写个7200，加上你这个本金，加上就是你这放进去里面钱的增值和利息啊，然后每年这个所以 EAP，比如说王先生每年储蓄2500，小孩18岁的时候市场价值62000，62000里面本金是42500，是不上税会给父母的，另外的9500呢是政府的钱，加上他的增值啊19500，那么这个19500算当年小孩的收入是会上税，所以聪明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教育基金呢，可能在他没有当年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或者是最大化申请 OSAP 以后，第二年我们取出来啊，OSAP 都申请完了啊，或者我们把政府的这个钱呢，把它每年只取1-2千，那影响也很少，或者是我们最大化先不取，然后 OSAP 先拿到最后，小孩毕业后6个月都可以取的，好吗？啊，那么教育基金呢，可以最长时间呢可以持有36年，也就是说你哪怕不上学，你政府的钱是没有，但是别忘了教育基金里的钱可以免税增值嘛，所以一直拿着也是可以的。啊，警惕教育基金的投资风险，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的他小孩2002年。那么，2002年到现在，这不是2021年，正好18岁。那么，这是如果他投资到这个银行的这种基金里面，那看这个蓝眼是他的这个存款。那么，我就画了一个平均值啊，平均值他每年这么买，那我说这个平均成本就变成红色的了，对吧？有的买的低，有的买的高，所以我中间画平均成本。但是你可以看，你完全如果不 lucky 的话，正好到熔断的2020年熔断了，结果很多人都是在熔断的时候。后就慌了，就把他的钱都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如果您投资的不好，在银行里面基金没选好，反而你这卖的时候你还是赔钱的，完全是有可能的。有很多人都在熔断的这个时候受不了就卖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但是我们代理的教育基金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小孩4岁以下呢，它是有保证的一个 bonus 15%啊。就小孩如果每个月定投200块钱，他所有存进去的钱，从0岁到18岁，所有存进去的本金，在小孩17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公司会一次性给他15%的回报啊。除了15%之外呢？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平衡基金，而且它是保本基金。小孩12岁以前投资来进来的钱是100%保本的啊，小孩12岁进来的钱是100%保本。小孩12岁以前呢，它是自动的，每年小孩12岁以前呢做的是这个投资，这个40%是在债券，60%是在股市，30%呢是在加拿大指数60强指数，20%是标普指数，10%是世界性的这个指数。非常的平衡啊，40-60的比例，因为12岁嘛，0到12岁还早，后面还有好那么后面还有18年增值呢，所以稍微激进一点点，也是一个平衡型的基金。好，然后在小孩13岁到17岁的时候呢，每年呢，他从这个0到12岁的这一部分钱呢，每年10%呢 move 到另外一个基金啊，另外一个基金呢就是基本上70%都是在债券呢或者是定存了，只有12%左右是在股票啊，12-60强指7.5，你看这只有12.5，其他基本上80-90%都是在债券，非常稳定。每年就是
14岁，那么就是每年就是10%的从这个第一个到第二个了，第二个就全部都是债券了，所以非常的稳定哈。我自己的教育基金，我当时我小孩5岁的时候我做的，我每年206块钱存储蓄，到现在我的本金放了20,312，今天的价值是33,529，其中包括政府给的4,062。那我的增值是多少呢？33,529减去我的本金，减去政府给的钱，我增值了将近9,200块钱。钱，我的回报呢？因为我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到现在差不多七八九十，差不多5年吧。我平均回报是9.4，别忘了这是个平衡型基金，因为我觉得小孩上学要用钱，所以我就做的比较保守，没有必要2,500拿去做那么激进的。另外，别忘了我们家小孩上学的时候。他会，因为我们是5岁开始做的是，我们的 bonus 是13.5，他会把我的这个本金的13.5%会给我，所以我整个的投资回报是多少呢？是政府给的4,062，加上他要给我的3,046，加上我已经赚到的9,154，除上我自己的本金20,312，我整个的回报是80%，5年啊、哦。80%，所以是很合算的。好，同时呢，如果您不喜欢叫这种基金的方式呢，我们还有这种投资。我们的这个投资呢，是在市场上你在银行是买不到的啊。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多伦多也没有几个人能做。我们这个呢是投资到安省加拿大29个城市，拥有90个 apartment building。大家我不知道老移民有没有住过这种 apartment。apartment 呢是个人只能住。你只能在里面租，你自己是买不到的，不对个人买卖的。它整个 apartment building 呢，是整个是机构投资者，你要买就买一个 building 回去，那一个 building 都是几千万的啊，所以它是只租不卖的，就是机构投资者的啊，都是机构投资者才能买卖的。所以它是一个 REITs，它是一个房产信托的一个 REITs，是个基金，回报呢？非常的稳妥，它2009年创始开始到现在12年，没有一次跌，没有跌过啊，零损失。那最低的回报呢，是我们经济的真实写照，2020年7.93，也快8%。今年呢，这个是3月份的数据是1.9，到现在也已经有7%了啊，今年估计也是八左右，所以说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自从2009年发行以来呢，现在是回报13% 每年。啊，如果2009年的这个8月份、9月份左右，你买10万，到现在的价值应该是42万左右，因为我们在8月3号才涨价了2%，而且是固定分红是现在是4.3，所以总共今年也差不多已经7%了，下半年还有一次涨价机会，所以基本上过去的12年翻了4倍。非常可观，这个其实基金是非常有名的，啊，他总共投了是90个 building，这个呢是老一点的，他在29个城市，他基本上在渥太，在 Barry 啊、Guelph、滑铁卢、Kitchener、Cambridge、伦敦啊，还有 Mississauga 多伦多。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除了这个 apartment 之外呢，它是除了政府拥有学生公寓之外，最大的一个基金里面持有学生公寓的。我们有12个 building 学生公寓啊，大概14%。在滑铁卢这边，我们就应该有4个，在伦敦也是有4个，然后还有在卡尔加里大学有一个，在魁北克。McGill 有一个，好吗？所以我们总共是有12个学生公寓在这儿，12个学生公寓啊，滑铁卢有6个啊，伦敦4个，Montreal 1个，卡尔加里大学1个，其他的呢都是我们拥有的这个，Toronto 有12个。BC 省最多的是 BC 省，是阿尔伯塔省和这个多伦多，但是在麦省、萨省都有啊。最近的这一个呢，我们还除了 student house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和这个 builder 一起开发 apartment。最近的这一个 builder 呢，是最近的这个项目呢，是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和这个在 Guelph Costco 附近非常近，这是 Costco，我们在这儿啊，盖了一个6层楼的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是新的啊。大概应该是在明年就开始竣工了，所以是也是非常好的地段位置。好，这个就是学生了，学生公寓了，这个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2021年呢，正好在
pipeline 就是我们正马上收购的这几个地方呢，是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年9月份刚刚收购的，是在 Etobicoke 跟 GoTrain 非常近的5239，大家可以地址记一下啊，5239-5245-5249 Dundas Street West，在 Google 一看啊，这是一个新盖的 apartment building 啊，因为新盖的 apartment building 不受这个 Anson 的租金涨这个监控，所以我们说了未来明年，我们 CEO 说了，他会这个信托的增值一定是2位数字的涨啊，因为这个租金啊，它是滞后于房价的，房子先涨，租金后涨，好吧？所以2009年11月份，如果投资10万，今天的价格就差不多是41万起，我们是可以投到 RSP 教育基金免税账户和现金账户都可以，固定分红，现在分红是4.3固定的啊，每个月给，然后增值稳定，没有市场调整，没有负的，好，所以李先生这个例子呢，那我们除了教育基金，还有别的办法，它可以作为一个补助吗？比如说小孩儿如果去上名牌大学，那么大学呢可能是都要花费20-30万的，怎么办呢？啊，所以呢，除了教育基金之外呢，还可以用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方式，因为小孩的年龄小，小孩在出生后15天就可以用买分红保险了，因为小孩小，他没有什么体检啊，他有很低的这个保费啊，而且有保证的现金价值，他有保证的本金是还来的，然后跟着他一辈子的上涨，跟着他到100岁，他只交20年，但是跟着他一辈子上涨，不像教育基金，你毕业以后必须就得就关掉了账户，对吧？而且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工具，小孩呢他会。在他上完大学以后，他也看到哦，妈妈还给他做了一个储蓄，他可以一辈子取钱用啊，包括重病保险，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疫情肆虐，我现在最近有好几个客户大学毕业以后都担心上学上班的影响啊，所以现在做了一个重病险。这个重病险有一个很好的呢，小孩在25岁以下重病险，它是 cover 的34种病，而且他在25岁的时候呢，可以保费75%的自动返还，保险还在。啊，然后呢？等他40岁的时候，等他已经成年了，他自己可以买重病险。他把这个保险如果不要的话，100%的所有的保费全部返还，所以对小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啊。然后也是价格很便宜，大概如果一个8、9岁的小孩，可能一个月就才60几块钱。好，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比如说我们来比较这两个方案。好，个人教育基金和小孩的这个人生的储蓄保险，小投入大产出。怎么小投入呢？一年就放2500，但是在小孩这个25岁的时候，你比如说大学毕业了，25岁，我们打比方讲研究生25岁的时候，这个教育基金价值，如果我们每年存2500，加上政府还给7200，假设我们是4%的利滚率，比较保守一点，那么在小孩研究生毕业的时候25岁，教育基金才值77913，但是我们的保险现金价值已经达到85000了，所以我算过这个保险的回报应该在差不多在5到6左右，但是跟着小孩是一辈子终身啊，终身往上涨的，给大家看，30岁的时候就是已经11万啊，40岁20万，50岁36万，一直跟着他一辈子终身往上涨，60岁就是62万，70岁就100万，但是你总共的投入才投入多少？才投入5万。啊，最后就跟着小孩一辈子增长。其实这个现金价值，父母也可以用。父母用完了呢，自己再，因为是基于小孩的生命，又给小孩啊，所以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父母呢也喜欢给小孩赠与，对吧？现在有很多父母给小孩啊买房啊或怎么，但是在加拿大一定不要把中国的思维带进来了，特别是最近来的新移民哈，因为怎么给，刚才我跟讲座上说的，怎么给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你给的现金呢，如果没有婚姻契约，小孩结婚没有这个 marriage contract 啊，离婚呢，分居后呢，配偶是得不到一分的啊。如果是给的现金，但如果你把这个现金呢作为房子的首付。啊，或者甚至房子的全部付款给了你，没有这个婚姻契约，那么如果离婚的话呢，他的这个配偶呢是可以分一半的，如果是他们的结婚住的这个房子啊，是可以拿一半去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有个客户，65岁了，他的儿子大概就是结婚找国内的一个人过来结婚，但是他心疼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收入也就6万多嘛，所以给他买的 condo 是没有 mortgage 的，全款付清，但是呢。小孩后来他老婆离婚了，就是
那60几万一人一半没什么说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给啊。但是如果你是投资房过户呢，给小孩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在你的名下了，按照市值变卖了，你要上这个增值税。那么给孩子的呢，他落入他的婚姻资产，他如果没有这个marriage contract 或者是什么婚前和婚前公证，那么他后面这个房子给他，他婚后落入他。那个后，那么他婚后的这个，如果离婚，婚后的资产还是要一人一半的。那 但是在税法上有一个例外，如果是保的小孩的储蓄保险，等小孩长大了，如果给孩子呢，这个是免税的。比如说，刚才的这个例子啊，如果小孩他是零岁的话，啊，一年放1万块钱。比如说，在小孩在30岁的时候，这个保险价值是60万。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说把这个钱给你啦，你随便你也结婚啦，你也婚姻稳定啦，你可以随便创业啊，取钱干什么都行。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都签个字，给孩子呢，这个保险 owner 呢就变成小孩的了，因为他是承保人是小孩，但是这个小孩拿的这个保险是没有一分钱的税的啊，因为他总共只放了20万，对不对？但他3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60万，所以对他来说是没有一分钱的税的，没有税的哈。但是这个是税法里规定的，在税法里第30、148条啊。所以这个富足一生百万宝贝终身提款计划就是这样。那么你可以每年呢储蓄1万块钱啊，小孩18到21岁的时候，他可以每年取2万块钱，可以加上教育基金，可以作为一个上学的一个补充。在36到40岁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取25岁，如果是一个首付啊，是吧？楼花呀，前面40几岁或者到后面，他还可以一个创业资金啊，他还可以退休取钱呐，一直到后面传承啊，就是跟着他孩子一辈子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工具，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理财的一个观点。前面我说了，时间 value money，还有给小孩他一些这种责任感也很重要。我有两个例子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当时呢，我做完讲座，有个小孩找我，他是留学生，他看到也就25岁，他主动找我。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分红保险？”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妈妈给他做了一个分红保险，他在学校的时候上大学，每年用1万块钱，他觉得用得很爽，所以他也觉得他毕业以后自己要做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马来西亚华人。我记得我在他们家里面做了一个，在朋友家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这个马来西亚他的同事嘛，他同事是马来西亚华人，就邀请我去。他儿子22，女儿21岁，都在滑铁卢大学。然后呢，当时就给他儿子做了这个保单。当时我还记得他就像家长开会一样然后跟他说，然后你知道他儿子毕业后才找到工作后1个月，主动打电话给我，阿姨把那份保单给我吧，我现在可以自己付了。他那个保单是我记得是50万，一年交5000块钱。他一毕业他就知道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他爸爸才帮他交了2年可能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这种一个教育就刚才这个例子呢，如果是小孩零岁呢，一年放1万块钱，小孩在这个39岁的时候，他的现金价值是100万。那么18到21岁每年取2万，教育基金可以用啊。那么即使取了2万以后，43岁的时候还有100万。或者呢，在30岁的时候一起取20万，可以创业最后在45岁还有100万再或者呢，到67岁每年取30万，最后给下一代200万，所以是非常好的一种储蓄方式今天就是大概的话题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些想讲一点这个信托的，我今天可能就没办法讲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嘛？信托我们下次讲吧，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办法。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吗？因为看的时间快9点了哈。